八公斤的总成绩仍然落后邓薇五公斤，只能够拿到亚军，心情失落。稳赢金牌的邓薇将目标放在新的世界纪录，第二次试举增重九公斤，去到147公斤，希望可以打破自己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世锦赛所做的146公斤挺举纪录。三白灯代表所有裁判都肯定这一次试举成功，邓薇亦都放弃了三次试举，这个成绩足以打破女子63公斤挺举纪录，亦都做出262公斤总成绩的新世界纪录。哈萨克的郭里切娃就以243公斤获得铜牌。